爱新觉罗兰回来了，爱新觉罗兰，一点不丢人啊！当然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婆婆，好佩服啊，我做不到。当然，他说爱新觉罗兰不大 S 200万刷不过真相。姐的这个是自己买的吗？一定是自己买呀，自力更生的，发的自己的卡，宝宝。从来没刷过别人的卡，对，我手下不去，真的良心也过不去，我怕人家剁了，对吧？没那么豪横。据说大 S 公开账户秀卖房汇款明细，及王小飞向大 S 借了2600万借据后，王小飞阿布张兰又在卖货直播间，不仅酷手大 S 的婚纱头套，还化身爱新觉罗兰，一点不丢人啊！我还想做人，不用您说啊！爱新觉罗兰回来了，爱新觉罗兰回来了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亮个小灯牌好吗？他掌握了一手好的流量密码。兰姐的帽子我们是有很多的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我们自己平台多了啊，但是都是自己自力更生买的，所以戴起来更踏实，戴起来更有气场，戴起来更加自信。爱新觉罗兰啊，爱新觉罗兰，没错。我们走起来，爱新觉罗兰在就在，怎么了？对，我们不偷不抢不刷别人卡，对吧？不劳而获，对吧？还不诽谤别人，不诋毁别人啊！抱歉啊，戴帽子，因为没毛。哎呀，刮胡刀都用不起吗？难道这是牙膏啊？牙膏，我们不起这刮胡前边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还不诽谤别人，不诋毁别人啊！刷着别人卡还给人告上去啊？我觉得这个。这不在兰姐做不出来啊，这个是爱新觉罗兰啊。这个爱新觉罗兰二真的太气卡刷不过了啊，还特地提到200万刷不过的原因二。其实啊，就是在刷卡的时候还是没有点常识，当时200多万刷3次没刷过啊。其实是什么呀？198万，198万，198万，这么刷就过了。因为所有的那个大大行行，它都是最最上限的是2000，200万，所以说你说刷一个刷给那个老头子啊，那个刷一个200多万，那个大家都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啊？你200多万的时候你刷一遍，不过您想想动动脑子，您那么贪，您还不懂吗？所以说呢，刷没过你降下一点，降下一点，这就是贪心，你发现了？如果你降下一点，刷过了，那还去给你画一个吗？对吧？你就直接给他又买鞋又买钻又买包包，还让人家恶心一下，刷刷刷啊！没错，买什么兴趣？这个事儿告诉金，就是贪字吧，象形文字就是今天上面一个金，今天就是开始背，对，背就是叫贪，你发现了吗？今天开始走背了，走背就叫贪，是你发现了吗？哇，今天是给不到啦，只知道爱新觉罗兰，一点不丢人啊！我还想做人，当然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婆婆。好佩服啊，我做不到，真气做不到。